贱婢，跪下！奴才，将军。妾二是长王月公子的贴身婢女，不敢劳烦三房的怀公子来驾驾。萧贱婢，废话怎么了？你就是你的月身边的一条狗，今天我就算杀了你，他能来替你出头吗？主帅，公子，和兄弟们好好伺候伺候这个小美人。诺。 我给他开了几副药，然后我就走了。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传给你的太阳诀，那里太过霸道，你暂时还无法掌控。小心，你还是把他只是一个婢女吧。他确实出现了作用，拥有很多敌人，没有的潜质。原来如此，我和君主一样，都是最大的贤士。明天二。 此乃天下奇珍，定能够诱发宇文玥的寒气，还是老办法，借刀杀人。那这个东西，只有你转交给公子，没内功的人，抱着这玄月钩，寒气透入五脏六腑，必然暴毙。